量声闻弟子菩萨众聚，前后围绕，来住其前，慈悲加佑，令心不乱，俱舍命于随佛众会，生无量寿极乐世界清净佛土。这样能听得明白吗？听不明白的就是出经本来攻读罗舍大师译本，上士若一日若二日，直到若七日，一心不乱，玄奘大